大家早安，我们是汽车火锅，今天要更换的是 RAV4 不断电的更换电瓶，那这是 RAV4 的车子，准备的工具有10mm 的套筒跟扳手，这是拆卸电瓶使用，那再来我们用一个机车用的电瓶，还有一个救济线，那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具备的一些工具。首先，先把电瓶的固定座这个支架给拆解下来。首先，把这个电池盖正极的部分给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那连接我那个机车用的电瓶，先以旧车线的方式正极接正极，不断电系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电瓶的正极先接好，然后在负极的部分接完毕之后，把这个挪起来。刚才那过程有点，我们省略那个拆解的过程，其实换电瓶其实真的很简单了。